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喜事。我很感恩，因为神把我带到这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民族，他们才是最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让我想到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你们谁有一百只羊然后迷失了一只而不撇下那九十九去寻找那一只，这个就是我们来的目的。虽然很辛苦，但是里面很甘甜。哈利路亚。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喜事。为传扬你和平的家，耶稣，使我成为，耶稣爱我，耶稣救我，向那些忧伤的我要耶稣，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